瑞有微醺，一个人的小酒。本节目由一个人生活哪哪都快活的瑞有微醺冠名播出。真的很疼。你看这，你看又大又重。哇，甩摆，我的天。Good， 没问题。OK， 没问题。到这儿，拉，拉。OK， 没问题。10万多块钱的报销，报销也太多了吧？昨天外卖零单。啊，谢谢谢谢。看我去店里面就可以火一点点，感觉大家都在等，他们很慢，做又跟不上了是吗？人还挺多的，要快一点。快不了，就是一点点炸裂，还能多快啊？绝望，北京店是不是要倒闭了？好，请你躺平，现在躺平。子琪最担心的来了，有家族史的遗仗。哇，看报告，看报告来了。心电图呢，就同正常有少少偏差。这个时候医生这种话，我们找到一些关于肿瘤的。他这就有点吓人哈。瑞有微醺，一个人的小酒。本节目由一个人生活哪哪都快活的瑞有微醺冠名播出。本节目由众多明星正在用的 SKG 颈椎按摩仪赞助播出。独家视角，微博大放送，每周三晚八点，会员专享窝的生活日记。好你给好了，我要这样生活，一个人也灿烂。欢迎大家来到爱奇艺自制独居生活治愈系观察综艺 Real 微醺，我要这样生活。我是谢楠，这也是我们蜗牛家族的第二次聚会了，对吧？上一次聚会当中，对各位的独居生活都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，比如说实现了充分饮水自由的如静同学。不够，不够。如今给大家那个喝水的印象特别深刻，你对他们的哪个记忆最深刻？我对晨晨家的那个沙发啊，很舒服，感觉对，很舒服，很适合摊平。对，一摊平就可以在那待的。你们来这个架势，我真的不用预演，说来就来哎。比比家的哪个点让你觉得？我觉得蒸饭的那个锅挺好的，一人食。对，一人食那个锅。喜欢比比姐家的那个花。我也准备养一点，不可能，硬说。那叫什么？那个不用浇水的爆米花，不是那个烟花，叫多肉。多肉，哦，你是说矗立在我们这个家里面那一侧的多肉吗？就这个，我准备把它搬到我家，好吧？我对他做菜的摆盘印象很深刻，还有那个慢慢吃饭的样子，很精致，吃的很精致，吃着吃着看着剧还。好，来，我们看看接下来会是哪位蜗牛家族的成员出场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范丞丞，今年19岁，我有一只狗，然后它的名字叫虫虫。啊，虫虫。Hello。What's up, bro? What's up, bro? 好久不见。好久不见。哎，开打了，这组200个。200个，400个。行，这局800。2000个。1000。4000。5000。6000。Let's begin now. Go！ 这妖娆的身姿，叫我快滚，叫我快滚。I'm here, never die, never die. Hey, what's up, bro? What's up? Yeah. OK， 走。OK， 走。累的呀，你看。怎么感觉跟我想象中不太一样？你们要去哪？你们去做瑜伽吗？哇，这个地方很熟悉。你们怎么去？你们干嘛？我知道这是哪。你去过？
我常去。发生了什么？怎么一惊一乍的？我惊了！天哪！摔跤吗？这是、啊、拳击，拳击馆。进来坐一会儿，等会儿。啊，那里边有凳子。要脱鞋是吧？啊，不用不用，上里边。哦，不用吗？好，好，谢谢。这就是重重的把你摔到地上，然后你就给你摔开了。这也太可怕了。啊，是这儿。我感觉有点像，有点像。有点不知所措，好危险。虽然说这张床看起来非常的舒服，啊，我是真的很舒服。一副坐着好像要去锻炼的样子，结果还是去放松的。你们是第一次去吗？你们俩怎么说呢？这个是一个拳击馆的一个选手，然后他是帮那个拳击馆选手，是平常做一些按摩和放松的一个人，就是经纪人的朋友，然后给我们推荐过去的。把大衣脱了，我看一下。好好好。是你这个，你看你这外形，你这驼背挺厉害的。哦，驼背，驼背是我的风格，老师。你上这儿来，我跟他们说驼背都会有很大危害，待会儿给你掰不掰你就知道。完了，你这我给我的 style 掰没了。你现在靠着墙，你只在这儿。我可以给你掰高。来，那我先给你弄。我就是咋了？要被摔吗？我不会摔你。你看你趴在这儿之后，你这后背整个是弓成这样的，然后你这个就是平时这两块肩膀带的这两块会特别酸，真的很，你没有在做效果对不对？真的很痛，真的很疼。这个回家待会儿我给你治完了之后，我教你罚站，你很快就能挺胸抬头了。对，而且身高明显能长出来，然后自个儿也不会老腰酸脖子疼。真的很疼。这块很酸。这块很疼。哇。来，放松啊。来，吸气。出。出。哦。听见了些什么？我现在看的都好痛啊。再来，按垫子里去。谢谢你，你就在这住这儿吧。这手从头前给我一下。头前这边看我，来身子侧过来。来，好，放松啊，头往胸前低，低头。好，放松啊。来，头往后仰。听见了些什么？哇，这看的都是真的，这个声音合理的哈，合理的，合理的。我这看着都疼。哎呀，腰肌劳损还挺厉害。完了，我老了。你有那种回头客吗？是不是都按一次就没了？有啊，现场就坐着一个回头客。哦，凡事不要慌，先把手指掏出来拍个朋友圈。没，怎么还有这波操作呢？小鬼最想被删除的照片出现了。太痛了。谢老师，谢老师，谢谢谢。来，你上这儿来，你看你跟你那表，刚才你现在就能比刚才高。这是你们的经纪人给你们介绍的哈，你们还赢不赢他卡丁车了？自然都投不下去了。长高了吗？啊？
哇，真的，哎，正骨是真的会把你那个脊椎歪的，会给你掰正。后脑勺，俩肩膀，屁股，俩脚跟儿，对，都靠墙。每天20分钟，你就习惯成这样了。哎呀，然后你以后。这么看，人都僵了，来吧，来吧。你也跑不掉。笑人前，落人后，轮到自己笑不够。该来的总会来。flag 已经立下了啊，来看一下，很悲壮，这杆小旗儿什么时候倒？这个个儿还挺长，哎呀，对，长。该来的总会来。哎呦，完了，没救了，这个。你看他比你要强的。哎呦，哎呦，真好。你看他这个驼背，真好。他趴在这儿，基本上这个脊柱这一排还是平的。我是直的，兄弟。对，你是。我的腰，我的背是直的，兄弟。从这儿开始，就是哈腰时间长了，洗头或者洗脸的时候，这块都会特酸。上面这块还行，但是到肩膀外边就开始酸疼。他很挺拔，好挺拔啊！哎，不光挺拔，还有一些乖巧。我是比他好的，对，你比他强不少嘛。哦，老师，你换个地儿吧，我别的地儿送给你，我送给你个地儿，你想摁哪儿都行。你瞅，哎，也是，有时候也爱翘二郎腿儿，然后就待在这块儿疼，一会儿你就能理解他为什么要叫。哦，这个更疼，来了。哇哇！范丞丞想逃。哇哟！回来。回来，别跑。该来的总会来，逃也逃不掉。我。太疼。啊啊啊！太疼了，一直太疼了。啊，这个真的太疼了，太疼了！你怎么没罚站呢？啊，我还得罚吗？对，每天站20分钟。现在，哇！啊，这个手法真是挺好。我出汗了，我天！兄弟，我抓住了。不管多远，哎，哥们几个等你。兄弟，你的腰就在这里，留在这儿吧，兄弟。哇哇！这拉我皮，兄弟，你的皮就在这里。皮在哪里？我拉我皮。他拿那个就这样子，捏那个，他那一掐那个肉都要掉了，我感觉。您知道您拉哪一下，我感觉皮子松一圈吗？对啊，来翻过来平躺吧。翻过来。对，一会儿你再起来活动你的腰子，特别轻。
天哪，正骨比按摩要痛。这个、对，按摩是让你就是舒服，就按摩还会爽一点，这个是真的痛啊，就是、快很准。哇哦。Oh no。回光返照的感觉，同样是躺，这个躺着看起来的节奏真的是激烈的多了。你那是连着的是吧？太痛了，这个真的太痛了。我感觉你给我按完，我得往两米奔了。好，来，接下来咱们看脖子，看看镜子。你知道的太多了，解放。感觉真的很疼。你的 vlog 找到这个，让他们去诊断。你这边比他强度了，他那个疼你理解不了，但是 你这个疼他也理解不了。嗯，就这块，你是要揪我鬓角？这个真的很疼，你好像在被他弄什么酷刑一样。好多人都会有偏头疼啊，什么这个那个。表情包吗？这是。你是？哎呀！谁？你说师傅别念了，师傅，师傅别念了。你要哭了？歇会儿吧。你要哭了？脖子都是红的。别着急，我晕倒。哇，你试试，你可能试试这个吗？你感受，我不是，你感受一下，我谢谢你。哇，你去站一下。我感觉我已经快接近这个房顶了，实力。我已经找不好我平衡了，我感觉。我感觉我这皮儿好像凹进去了。我的天哪！太痛了，还有余劲儿，你知道我现在碰一下都感觉疼，还有余劲儿，你知道我现在碰一下都感觉疼，我真的太疼，没流血吧？没，太疼啊！你按的真是挺好的，但是我现在这块儿，我感觉真的到现在还是感觉特别疼。啊，下一次如果要有机会的话，让老师给这个棚里的小伙伴们感受一下这个力道，可能就起飞了。谢谢老师，辛苦了。走吧，老师再见。老师再见，拜拜拜，辛苦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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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原来我现在鞠不了躬，过于挺拔。哇，妈妈 ，Told me。Medicine word， 哎 ，Seventeen fashion color T 恤。妈妈 ，Told me。哎。我们组团去试好不好？你去不去？害怕，但也有点想。对，我觉得应该撑完是好的。不是，这个老师如果有时间的话，可以请到现场来，这也挺方便的。不会吧，不会吧。师傅，霍师傅哈，霍师傅，还是这，还是这件。您来这儿之前，他们有说来给谁按吗？说要给你们都按、啊。我们俩不用，我们俩是结束了。你看我们多挺，我们多挺吧。现在小鬼这儿又有点驼了。我怎么可能驼呢，师傅？哎，你们俩现在突然精神。我们俩现在倍儿挺。师傅，你给我按完，我头发都长得快了。你为什么哭了？我被吓哭了。师傅，我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综艺人，你随便按我演好不好？其实疼不疼，那不是我决定的。
我真的很不好，这都很不好。对对，来来来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站住，我先不碰你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想第一个按的人，他肯定会卯着劲儿，因为你不要拉我。你也来，我来，我来，我也没有什么爆点，我觉得有你作为 ending 不是很好。我很耐力的，我跟你讲。嗯，你这个颈椎呢，就比较胸椎还行，不是太驼背，但是你的颈椎挺厉害的。斜方肌这块特别特别酸住。你是要挑衅老师吗？我都往肩上靠。可以说这样就这样。吓我一跳都。哇塞，我平时难忘，谢谢老师今天的安排。那就今天到此为止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。我好了。来来来来来。来吧，来吧，比比先按吧，我最后按，我最后一个按。你可以吗？我可以，我先帮你试。按按，你就按按脖子，按按肩。我让我先放松一下。你可以，你脖子还是有点问题，是不是？肩什么？我脖子没问题。他现在哪儿都没问题，我跟你说。你说了没用。你的脖子有问题，前倾了。我现在。他这个颈椎还挺好的，他坐得很直。哇哦。他坐得很直。可能是被吓的，老师。真的被吓的。这个是不是说你现在板就可以板过来 ？OK， 老师他是很棒的音乐人，你每次下什么消息啊？又来了，真的要翻桶，又来了这一部锁喉。放松，哦，我听到了，有声音，我听到了。这个才叫正骨。怎么样？我听到了。痛吗？还好。又来了，他颈椎算相当不错的。到这个角度了，这个，哎，听着这个嘎嘣脆，真的是，你还好吗？好，蛮舒服的。啊，真的吗？就是吓人，但是舒服的。因为你看他平时坐的直，他的肩膀就不会特别疼。那你能看一下我的腰吗？我的腰比较容易。怎么突然说的？哎，自己还加项目了。那把床抬上来了。比比，你是因为经常运动的关系，是不是？好像还好的样子。没有，我也比较容易忍，就是疼痛感没那么强。对对对。我好痛。别动我。干嘛？第一个。我不按。很痛，我真的很差，肿很多地方都很差。你这个是一个很反面的典型。很反面的典型。对，你看他这个就是现在咱们健身房说的这个所谓的圆肩，你看这个肩扣得很厉害，然后胸肌完全不展，他这块是最疼的地方，最疼的地方。我不是我放松不了。啊、嗯，对对。不用放松，不用放松。迪哥，想想平常做这个很贵。对，你就想跟我较劲。梁迪，你真的放松啊？你现在对这个不要害怕，相信自己。这样好，来坐好。你的两个肩，逃的逃。对，我怎么还有这种动作？开肩是驼背吗？开肩，他含胸圆肩，这还好吧？特别特别的厉害。驼背人这样会很痛。对，所以你就要帮他。我不要帮他长。不是，你要不然你给他试试那个吧。按头吧，对，不用着急。我太难了。其实我们体验已经差不多了，留下他吧，来，你站直了，留下他吧，留下他吧。你现在感觉你自己的肩头顶吧，标一下，可以正步走出这个摄影棚，是不是？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，哇，谢谢老师，天哪，哇，老师辛苦了。这边那太痛了，你看他现在头那两边都有手印子。你转过，你侧过去。今天就录到这儿吧。走吧。
啊，饿不饿哥？饿，好饿惨了。喂，你回家点火锅吃吧。好啊，火锅可以。好饿，今天真的是好充实的一天。别逼来 ，Masray 就是个花花公子，我认识的人都是这么说的。哦，真的，你不可以想象看 rapstar 过的生活，还不可能会爱你这么深的。哦，真的，我只是没有办法，眼睛不看着他。我想要他的微信号码还有电话，我想要跟他私人约会，还要面对面。他看着我的时候，我什么都听不见。Oh, yeah, yeah. 哇，哦，回来了。哦、Hello， 童孩，喜欢我一定很辛苦。想我没？嘿嘿嘿，虫虫还蛮乖的嘛，家里没怎么样啊。太累了，嗯，车上都快睡晕厥了。大哥，怎么回家就开始叼这个？别叼这个，别叼这个。人家寂寞一天，很想陪他玩。对啊，等你一天了，还挺听话，乖得很。嗯，宝贝儿，哎呦，有电，宝贝儿。哎呀，快饱！哎呀，哎呀，这大哥真是给我摁憋哭了！哎哎哎哎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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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行！感觉身体被掏空。你点火锅了吗？我点是点了，但是不知道啥时候到啊，兄弟。都点了什么？就是那些东西。我发现我越来越喜欢狗了，我有一段时间喜欢猫，但是我现在越来越喜欢狗了。我也越来越喜欢你了。我也越来越喜欢你了。喜欢我一定很辛苦。我要去打你床。啊？我要去你床上。为啥？因为沙发被你占了。为啥？小鬼在那儿住的是不是？还是单纯想躺，就是想躺，沙发被他占了。哎，你躺床上他不香吗？你躺床上他不香吗？我也想躺床上，我不想躺这儿了。乖宝贝，你真的好可爱呀、啊！哇！哎，范聪聪，你歇会儿呗，一会儿。哎，哈哈在床上戴副墨镜，你看。哎，你给我充会儿电吧。不行，我没电了。你看你动不动？你往那边聊。我招你惹你了？就这么大点地方，咋了？你还得上天呗？我跟你说，我必须在这。火锅，你去，你去。哎，我有点累，我睡了。哎，我们石头剪刀布输了人局啊！没有什么是一场石头剪刀布不能解决的。那石头剪刀布，石头剪刀布，三百两胜，三百两。石头剪刀布，三百两，最后一把认真。快点，快点，你都输了，赶紧的。赖不掉了这次。范丞丞啊。你快点快点走，看看走，快走了，起来，动起来，兄弟。哎，人家以为你在家里干嘛走秀呢？你搁那儿，我这一口好槽，太夸张了，小姐。谁呀？是火锅吗？是，我给你放这吧。好，你放这吧。再见，辛苦了，范丞丞，火锅到喽。搞起来，搞起来，兄弟！哎 ，nice！ 我觉得在吃火锅之前，我们要走一个。可以啊。话不说先下肉。你跟我想的一样。哇，你说你饿了我一天了，兄弟。嗯，爽啊，太爽了！今天我们吃的好像也挺香的。我觉得番茄锅比这个好吃。然后放点歌。我也这么想的。我没有歌。
没有没有知识。吃着火锅，唱着歌。你甩嘴！觉得你们俩疯吗？好爽，好辣呀、啊、！Oh no！ 这烤太久了，烤太久了。我想喝点冰的饮料，那只能整点 real。你要喝哪个味道？其实那个乳酸菌的好喝，跟我想的一样。哦、oh, ，我也喜欢那个味道。必须得喝。哦呀！你们喝的是那个乳酸菌伏特加味道，我喜欢喝那个乐橘乌龙的口味。Real 微醺，一个人的微醺小酒，喝了会开心哦。你要不要蟹棒？要，走一个。谢谢 bro。我今天一天过得还蛮充实，可能自己独居就是比较，独立的一点生活吧，就比较。靠自己，还是挺感谢小鬼的，能有这么一个好朋友能够在我身边。还是挺感谢小鬼的，能有这么一个好朋友能够在我身边。玩的特别开心的一天，会让我想起就是以前小的时候，我们刚开始自己一个人住的时候，那时候跟朋友之间这种状态也是这样。天哪，这个动作太洗脑了，我觉得太魔性了，根深蒂固了。我要24小时音乐不停，蒙林凯一周还得必须来我家一次，这样的生活。来来来，动作。很开心玩的，下次我们也来玩。当然可以，我可以带你一起。我不会那样做的，不会那样做的。他刚才最后说的话好感人啊，就是他给自己未来设定的我要这样生活的日子里面是有小鬼的耶。但是只能来一次，是不是？只能来一次，来太多会有点燥。但其实我觉得，就是我们最开始过日子的时候，那时候如果有朋友来家，就是这种状态嘛，就很简单的，谁会烧饭呀、啊，谁会整理家呀、啊，都是一点点学起来的。工作起来就是没日没夜的那种感觉，就希望自己在这种休闲的时间就可以尽可能的去放松自己吧。哎，你干嘛呀？怎么感觉你越来越帅了？嗯，你爹给你的好东西，比我帅可是有代价的。看我 ，real 微醺，一个人的小酒。你怎么这么丑啊？邓紫棋，我已经独居了10年了。今天我准备第一次去体检。我抽血以前都是看着你来呀、啊。你最担心的是哪一个部分检查？我的肝脏，因为我不睡觉。未满18岁，请法定代理人签名。你要签名？抽烟的习惯没有。我想了解一下咧，即系你家庭上边有冇一啲家族史，你想分享一下俾医生听一下？医生。因为我外婆还有我的太婆，他们都是有胰脏癌，就特别特别要注意。下一步我们要做那个骨密度的检测，这边。骨密度要怎么检测？我没做过耶，我也没做过。妈妈在外面等一下。觉得妈妈在的时候，就是真的会有各种各样的担心，非常凝重的那种感觉。
能看到妈妈在外面那个心理变化的过程，她有在轻轻的叹气，你就会觉得她那个担心是其实是在加重的。因为她进不去嘛，肯定更焦虑。好，请你躺平，现在躺平。子琪最担心的来了。这个，有家族史的，有家族史的遗仗。吸气，啊，不要呼吸。可以呼吸，再来吸口大气，可以呼吸。你们每次体检的时候，医生会帮你预测你身体哪个部分可能未来会怎么怎么样，你们有过这种吗？我之前做的体检是，他说我的抗压承受力很低，就是指数一般正常人是150左右，我只有11。很容易崩溃吗？对对对。BB 有没有什么医生说？就是可能做 B 超完之后，然后会可能有一些气泡还是或者什么的小气泡。对对对对对。没有去细查一下？没有。其实他们建议你再去细查一下，对不对？有些时候就是我会觉得你听医生然后在那里说，然后就是会故意把它说得很严重。对，就是好像有个心理导向一样，就慢慢朝那个方向去发展了。Hello 好，请坐。哇，看报告，看报告来了。好，他妈妈好紧张哦。好，跑步心电图，我话压力测试啦。好，又再快啲啦，真的要跑啦，冇得唔跑啦，依家。我真系跑唔到3分钟啊，我要死啦！心电图咧就同正常有少少偏差。这个时候医生这种话，他就有点吓人哈。咁啊，如果真系大问题嗰啲咧，明显问题咧就系惊个心肌唔够血，心肌缺血。天哪！即系因为个测试系好敏感、好 sensitive 嘅，咁所以少少问题佢都捉到，就建议就揾机会就系睇清楚，睇个结构有冇同正常有分别啦，咁啊会安全啲啦，咁解咯。好，好。你有冇咩问题啊？如果心肌唔够血会点啊？如果心肌唔够血就可以好大问题噶。休克。哇！如果人哋突然间心脏病发，就因为啲血管塞住咗，个心肌突然间冇血道，咁个心咪冇力，就会唔跳噶啦。不跳了，心脏骤停，好可怕。唯有系再做得深入啲，你先可以知道个情况到底系。系啦，因为你真系有曾经试过个心嗰个问题啊嘛。系啊。做咩啫？以为你嘅身体好好咯。我身体好好啊。吓？又会担心咯。系啦，帮安全啲就咁嘅意思啦，就做清楚。好啊。好，唔该你。大家都特别认真的。因为希望他的结果真的是好的嘛，我觉得体检的时候听结果真的是就希望他再进一步检查心脏方面。心脏好像确实是要全天候看才可以，因为他的心率比正常的会低。哦，对。Hello， 请坐一坐。好。首先我要讲一讲这个检查学的报告。我们找到其他的都是应该一些关于肿瘤的。有一些肿瘤筛查什么的，关于肿瘤的，就是感染的其他的乙肝啊。你最担心的是哪一个部分检查？我的肝脏。你都没有问题的。我们看看这个 B 超，这个肝啊、胆啊、胰腺啊。要是我在这个时候，就会特别紧张，因为我外婆还有我的太婆有胰脏癌，所以我就担心我们的胰脏，家族里面就是这个不大好的。胰腺呢，看下去就是。
有什么问题的，没有什么问题的。哦，要放心啊。高兴了，高兴了。所有的一些结果都是挺好的，没什么大问题。我就觉得哇，太……刚刚说你头痛吗？你头痛，我们很怕一个我们叫血管发炎的，那个血常杠会很高的，你一点都没有。我觉得你都是压力大一点的，工作太忙的，应该不是太大的问题。这个甲状腺啊没有问题啊，这个激素啊没有问题啊，那个挺好的。好，谢谢。好了好了，明显很开心了，已经心情是轻松的了。Hello， 你好，那我是这里的高级营养师，我叫 Joanne。就是我们这里呢，可以看得到你的体内年龄是20岁，比你现在年轻了8岁。我的天，也太好了吧！你看，高兴的，捞着了8年的感觉。这个东西通常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说你现在身体的年纪是一个20岁的小女生，是一个非常健康的体态。我就觉得哇，太。就太开心了，因为现在我已经28了嘛，我的身体才20岁，那挺年轻的，不错。你的肌肉量相对来说会比较低，嗯，你整个身体的平衡比较着重在你的右边，可能有时候拿包啊，或是有时候我们做事啊，都是用我们的右手，嗯，所以我建议你可能刷牙的话，可以先用一下左手刷牙了，是，要去训练，就习惯开始用左手，嗯。哎，为什么我又被溜出来了？这是左右开弓，多么平衡！你的左右就非常平衡，因为我是右撇子，但我又左手吃饭的。程程有什么？我是高血压。你高血压？真假的？天天被他气。但我真有高血压。所以让你要注意些什么呢？少熬夜，健康饮食，是不是？我要跟两位年轻人提个醒，就真的不要熬夜。我就是跟他们一样，我也觉得我没什么事儿，然后医生就说你就是肾虚，就不只是肝脏会有负担，肾都会有的。其实少熬夜是基础，睡眠好了，很多病都迎刃而解。应该要去吃东西了。早该吃了吧，他这个体检好漫长。因为体检不让吃东西啊，体检之前。上海餐厅哦，对，他爷爷是上海人。看一下，想吃什么？哇哇，想吃什么戏？哇，这个都好吃。炒年糕啊，要一个炒年糕，让他小份一点，好吗？我们俩要小份一点，我们先吃不完打包没得喽。好的。想吃什么？哇，招牌的有大拇指的，对，是不是？小笼包，锅贴，春卷，啊，我要一个酸辣汤，葱油拌面，葱油鸡拌面。很饿的时候，真的也都是什么都要报复性的吃，就是那种。如今你觉得这个食量怎么样？挺好的，但它都是主食哦，好多碳水的感觉，对不对？来了，哇！哇，这看起来好好吃，真的可以，哇，好香哦！哎，在全场发出的时候，哇，真的好吃的时候，比比波澜不惊的看着。没有，我有时候也会做。啊哇哇哇！哎，那个碗我也，你不要一个人独吃嘛，亲爱的，对吧？你要多少？我要一筷子就够了，一筷子就够了，我少一点，少一点，少一点，少一点。你吃那么多面干嘛？葱油面吗？喂，你不要抢我的葱啊！葱才好吃，你真的小气的啦。他俩真的很姐妹的那种感觉。好了，你要不要加点辣椒酱？啊，先吃原味。好，你吃了告诉我好吃吗？看。好吃吗？好吃，看他的表情也是非常好吃。今天干嘛这么有空跟来这里？因为我在附近做体检。哦，体检报告还没出，要等对吗？有了。怎么样？
说我太瘦，叫我多吃点。可是我现在不敢了，我还有小笼包，还有锅贴，还有炒年糕。天啊，真的全是碳水。Sorry， 请问它的卡路里是多少？炒年糕就已经爆了。是啊，我觉得。哇哦，好啊，小笼包。上海的汤包真的很好吃。喂，我夹不起来啊。太大声了，太大声了，吓死人啊！咬一个小口，咬一个小口，慢慢。我知道怎么吃小笼包。妈妈就是很操心的感觉，就女儿永远是小女孩。她妈妈一直在拍，就在记录。妈妈很开心哎，妈妈笑的呀。就平时相处的机会也没有那么多吧。我都真的是今年很难得有机会可以跟家人待的时间很长。我妈最爱的蕾丝。现在我这个环境呢，就是我爸妈的家，他们家呢，比我家比起来干净很多。老得拖鞋呗呢？不要。同款摊，水好澡，洗手，脱口罩，快点。太多碳水了，晕饭了。吃了那些很容易发困。喂，小姐，那么快？冇番梘喎呢度，你看家长在的时候就会督促你赶紧洗手啊什么那个。要是自己家就放纵在沙发上，可能这觉就过去了，然后醒来再看看该做点什么。多喝开水啊，医生关照你的时候。谢谢。你干嘛不坐沙发呢？因为我接地气。看什么？我居然在旧的电脑里面找到这个。老照片吗？还是什么？这是哇哦！来，昨天拜灵了，很可爱。三岁都没到哎，九岁，两岁八个月，对。好，起立，不能跳的，同学们好，小朋友好，请坐。有怎么这个小朋友最怕坐的呢？有些 A， 有些 B。
哦，像个小洋娃娃一样，可爱。这个读什么？风。对了，这个读什么 ？Hello。Hello。那个就淘气头。妈，你等下公司带过去。啊！哇，好粗鲁。这个咩字？针。大声啲。这个咩字？针。大声啲。针。边个凳啊？六个凳。六六个凳。哇，这种画面好温馨啊。人是圆的。这个咧？人是圆的凳。哦，那个凳子，那个咧？冰儿圆。哇，那时候已经认繁体字了啊，繁体字了。绝小。哇，这个字好难的，对吧？丑。丑。一边。读了一边。嗯。咩啊？妈。咩咩妈？妈妈干嘛？你看你很调皮。一点都不调皮，有哪个小朋友可以这么小，然后坐在那里给你认字啊？对，你都身在福中不知福啊。还好啊，你看你这老要不在弄。你跟我一起读，好，不眠不觉晓，不眠不，我做老师，你跟我一起读，好，一起，不眠不觉晓。无所谓，上个礼拜才开始背这首，人家两岁八个月已经会了吗？处处闻啼鸟，处处闻啼鸟，一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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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处处闻啼鸟。啊，你不要读。啊，他不读，老师读。啊，我不要你读。哦，我不读。自己开始。突然生气了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手错了，小朋友是会这样的。来看看这个东西是蛮不错的。哎呀，我准备要到地上。不是，要小时候的，最几千的那个。我肯定准备要。哎呦哎呦哎呦！我肯定准备要掉下去！哎呦呦呦呦！掉下去！哇，你怎么？这个就是一个哦，这个太可怕了。新手父母才可以这样都有。我是有一次是直接头朝地，从床上对。我是从那种楼梯上滚下去。滚下去？就我锁骨断了。锁骨断了。啊！你都没说过，你几岁啊？当时我不记得了，太小了。看见大家都这么好，还是挺好的。经历了9981难的人生，因为多多少少会摔会撞，对。健全的长到了现在，而且就是我们长大了以后再回去看过去小时候这些事情，就会觉得是可以拿出来聊天、笑着说的一些谈资。哎呀，小时候弹钢琴。不错呀、啊，所以音乐少女们都是要从小养成的，是吗？从小练，背得出来啊，练。哎呀呀呀，哎呀呀呀，那个左手。变个面弹个。几岁啊？那时候？三岁。还是那时候好玩。你要不要吃个水果？帮你剥水果。他们录了好多视频资料啊，羡慕死了。好了，吃水果。我跟你一起吃。是刚才才吃完晚饭吧？
一盘水果又上了，所以你看在家怎么能够不胖不养膘，就爸妈随时投喂，一直喂到你嘴边。嗯，医生说你要多吃点水果，你多吃点。医生有这么说吗？有啊，每天的水果都不够，维他命 C 也不够。他没有说过水果哎。你拿你的那个叫什么拿出来看。他没有说过水果。你肯定有了，你就反正吃水果就是有用，你快吃。明明就是你说的，然后就说是医生说。所有人都讲，我一大口，所有人都讲要吃。好，下次轮到你。你弄我什么？去做检查。我有啊，我一年做一次的呀。我就想看你跑步。哇，肯定会死的，不行。爸爸现在每天都去做运动，你干嘛不跟着一起去？我有啊。应该要跟着一起去，每天走路走一万步以上。就每天走一万步是吗？有什么奖励吗？啊、奖励就是你一万步是吗？有什么奖励吗？啊、奖励就是你身体健康。要不要？你哪有人这样的？哪有女儿这样的？哪有哪有哪有啊？哪有啊？就小时候，我感觉妈妈是很凶的，因为我想起小时候她对我是很严厉。结果我长大了之后，发现她像一个小孩子。吓死我了呀！立马你就卡。父母真的越长大越小，感觉。哇，子琪跟妈妈的关系其实还挺好的，对，感觉像闺蜜一样的。我觉得生活其实真的只需要去珍惜你身边的人，因为无论你获得怎么样的成功，那一个成功的满足感它不可能永久。你只有在珍惜你跟你身边的人的那些关系，那些交流的时候，你的生活才会真正变得有意义。所以其实子琪刚才提到了一个词，就是他自己想要的生活。嗯，我想要这样子生活什么样的。我觉得从自己一个人出来生活工作，我们都会给自己设定一个啊，我想要这样的生活。但可能你活着活着，那个生活会慢慢出现他自己的一个样子，然后你跟他和解了。就像他刚才说，我觉得特别实在，就是那些成功有什么用，那些光环有什么用呢？能够跟你分享这一切的人才是最重要的。我有一家炸鸡店叫严小小，最近我是在努力的自己创业，成为我的第二份职业。没有，昨天外卖零单，竟然还有这么多。如果当天没卖掉的就浪费了，就浪费了。现在没人啊，这个很可怜。他就是像我新培育的一个孩子，我们还没有使尽我们全部的力量，这么早放手不是我的性格。我想我还是喜欢健康的身形吧。年龄最小的轻松没问题，稍微重一点的往前发力 good 没问题，腿有点抖，腿开始抖了。好像很温柔，上手可以一点不轻。拉回，对，再练可能脸又要白了。 OK 没问题。